喝什么呢？你把它捞起来，然后装到400多位置这样。四百。石飞会生气耶，这样我可没办法接现场的单。我今天要外送，我就会把铁门拉下。我一定会被客人投诉。而且一想到大家加料，就好害怕。我不要调整糖度跟冰块，拜托。2、0，哎，好。我今天来为了几场重要的戏要来练习吊钢丝。对，就这样。你刚刚被暴露闭眼睛。1、2，走。走。哎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，来请下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这就是蹦恰恰啦，蹦蹦恰恰啦，蹦恰恰啦，蹦蹦恰恰啦。对，就是这种念咒语的感觉。真的就是蹦恰恰啦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恰啦恰，蹦蹦恰恰。那恰啦是七龙珠吗？恰啦恰，出去。可以先不用唱，没关系。你先把指法练熟。完全是弹指法，我就不会唱。对，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。有吗？感觉有吗？有啊。就练吉他，练只弹这一首，只会弹这一首就好了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